啦，没有关系，我自己说自己问啊，不用拍我，不用拍我，小人物不要拍我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还在上班了，所以就感觉出来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帅哥。不用啦，不用，加油加油啊，快点，你不是感动，不用不用拍我，对不起。也就是现在的吴副总统喊话，承诺跳票还我公道，来我们喊承诺跳票，承诺跳票，我一直忍着，不要给他，一直忍着，我自己扛下来，我一直有时候不敢跟他讲什么，我怕他手上我他不好的那个，他一直都会跟我讲这句话，我几乎对啊，我对啊，我先生有抑郁症，就是因为政府逼的。那你要你看怎么样？我请你们大家来见证，这个政府是怎么对待我们的。我一路说过来很辛苦很辛苦，我两个人都有抑郁症，给政府逼到这样，给政府逼到这样子。我今天不是，我问的是大家。大家为了说我们大母每一个自己就是挣钱而已，就是我们自己宪法赋予我们的人权，我会一直上支持下去，对啊对啊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，对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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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们绝对会陪张先生跟彭秀春大姐一起走上社会的时候，彭先生在那边哭，他不敢回家，他不敢回家，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回家，脸色都变了，他脸色都变了，不是一般的脸，不是一般的脸。后来我打电话给胡大姐，因为胡大认识我，胡大认识胡大姐，我叫胡大姐赶快来，我说我先生为了这个房子，他快不行了，快。真的，洪大姐她可以作证，洪大姐都马上来，她不敢下来见人。真的那时候洪大姐可以作证，她是什么情形？真的，她是因为这个严重，我希望大家给她那个支持，对啊，对。跳开到底。好，我们一起给张药师还有彭大姐鼓励。加油！加油！大姐，我是这个见证的，我也是政府这样欺压，为了我的六平房子，我从头到尾被政府欺压到这样，连我先生这两年来是一直忍着，饭都不能上，一直忍着，一天过一天，我很想明天会怎么样过生活，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来，我你给枪，你们两个不知道，来，你们两个看到我们输了。大家为你加油了，我们也希望现在场非常多年轻的朋友，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张药局跟彭秀春大姐，加油，我们大埔去探望他们，你们刚才是这么人，这是什么政府？你中来的吗？是不是？来，小心，请小心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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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小现在张先生这个样子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我妈妈的过世已经过去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可是张先生看这个情形，是我妈妈的未来事。但是他不是吃农药，他是被逼死的，被我们政府给逼死的。现在还有机会可以救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救？为什么还不救？为什么还不救？你们有能力啊！我妈妈那时候农药，我没办法，我人在台北。但是现在她在书香，她就在书香。你要是你在里面吹冷气，
为什么还不救？可以救的啊。真的也是这个底字而已。你质疑说这个是院长当过老师吗？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些高官现在像部长也是教授呢，对不对？你也他是教授，那他的老师你看习教授廖鹏程老师也是教授呢，他不会这样子无理取闹吗？不会才对吧？对不对？不会像我们这样无理取闹吧？是不是？我们是三岁小孩子，我们是讲理的。老百姓是讲可以吗？现在的诉求还是一样，我们就是你就是还我就好了，你钱账还我就好了，好吗？我们又诉求什么啊？我又不是叫你要赔。就接下来会担心说限幅哦，这个因为今天不拆那之后呢，会不会担心的？那是限幅的事情，好啊。你真的要拆我哪能怎么办？我有枪吗？我有刀吗？我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风险性是在他们啊，我们老百姓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今天我有工钱力的话，那你看我。他执意要拆的话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就在这里而已啊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就是坚守而已啊。你说呢？我没有刀枪。就是坚守，我就坚守，我不让他拆。因为接下来的话，像这条路六号以后，路圈就是坚守。是，那就先把你先掌控着，好吧？可以啊，我就在这里啊，我就是那么小而已啊，我哪能去哪里？你看我赚钱的工资就是这个而已啊，就是这个而已。我没有其他的东西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好吧，谢谢。阿斌，他请问那个六本田车是哪个大学？捍卫大埔。捍卫大埔。全民团结。全民团结。土地正义，土地正义，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人民团结，人民团结，捍卫大埔，捍卫大埔，豺狼之国，豺狼之国，人民抗暴，人民抗暴，豺狼之国。